那时候我就想着完了。你要是打了，你上去手一收，你这个，你这不能，对啊，大意了啊，没有接，好乱，不是不敢碰他的拍，我怕贴贴的拍比较重，比较贵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打球你有点急，知道吧？你老想着一拍把对面摁死，你发现没？你想明天打我都拍。办事的，你可以真的，你掉几个？有好几个球，你老是想打不打？打什么？打单？打单打不过你。没有。打的过来，打不过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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